在这里发现两朵，还挺新鲜的。这个下面还有一朵，才三朵一起。那里两朵，非常的漂亮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超级的大，哇！这个脚长吧，下面还很多的。很新鲜的骨朵，水真的是浪费哦，采来一堆丢在这里哦，这么多虫子在吃的，十几朵的，这个还可以吃，这朵应该是谁不知道这个可以吃。浪费了100块钱呢、啊，这么多。这里又发现三朵，这个漂亮吧？今天下午。发现三窝都不多，只有两个的、三个的。今天下午的采来一个多小时，采了可能有十来朵。下大雨了，明天也是下雨，这些鸡种的话，晒也晒不干了，全部搞来做鸡种油炸，给它洗一下，等下放在锅里油炸起来，油炸好拌面非常好吃。上午还有这么多，这个上午的35朵现在已经长开了，采回来它都会长大。别吵，爸爸拿几桶油给你拌面吃啊！啊！爸爸，别掉下来，太好了。脚太长了，给它剪断，剪死，短一点，洗干净还是挺多的，有这么一点盘。这个我们本地叫这个鸡肋骨，这个脚是不是很像那个鸡肋，跟鸡腿一样？
那不能吃的了。你看馒头。摔到你的脑袋，是吧？我来管它。这个就在一个星期之内吃掉的话，不用炸得太干了。要是留很久的话，可以炸干一点。我们炸这个八成干的话，更鲜更好吃，给它张起来。这个拌面非常好吃。好吧。张思英准备吃饭喽。吃下去要去读书了。这个鸡枞油拌面还是挺香的。这个拌面放了这个鸡枞油进去，要香很多。